我要不行了，我要不行了。旁边有个坏的，完了完了，那个小黄瓜藏在里面。不知道该怎么，小黄瓜好吃的东西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不好吃。我吃小黄瓜，但我不吃，我不吃三明治的小黄瓜。他拿不起来，到底想要怎样？我要生气了。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的。这个东西，我都快饿死了，还在挑小黄瓜，气死我了！等一下，我的面包快出锅了。各位观众，没有小黄瓜的。先过去这样弄他一下，他就会尖叫。他都在看游戏画面，没事的。慢慢走过去聊一下。有他现在好像没有在看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做坏事的，做坏事前，不行，我会被杀，你们不能这样子，我真的会被杀，你们不要这样。会啊，说不定我过去是我自己先被吓到。我现在全身好热哦，不要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已经预知到后面的画面了，我不要，不行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好凶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要被骂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我内心很想做，但是我觉得很后续很麻烦的，还是我下午就往楼上跑。快出去！
别人看，难怪你们很喜欢看人家玩恐怖游戏，真的是会一直露出姨母笑。我要不行了，我要不行了！啊！我吓到了，死掉了！啊！我的小心脏，我的小心脏，我刚刚看到那个鬼，我给吓死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要去旁边，我真的好热，我快吓死，我又被吓到一次，我真的不行了，再多来几只拜托，不可以，我没有在玩游戏，我还被吓成这样，真的真的太恐怖，你们不能看那个鬼是直接满版呢，那个是满版呢，我只坐在旁边，我不看画面哦。干，我还要听是不是？你看，啊，不行，那个电话声，那个电话声很恐怖啦。接电话而已啦。好，我要开了。啊。他说什么？都没开。劝住。都买钢筋。都也钢筋。阿婆的家。哎呦。想要活命就要赶快。乖乖，我们要去找阿婆。没了吧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粤语啦，我听不懂粤语啊，你还是说中文吧。阿婆的家，是猜歌名吗？这个？不行，好奇怪哦。我开门了。好，你开门，你开门，被键盘电到吗？对，差不多。楼上应该还会吓吓人，对不起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对，好可怕，我的胳肢窝又流汗了。我们走，完了完了，应该是干按这个，不是，不对啊，这笔电有发光，请问他为什么不开？好暗哦，我打不开荧幕，请问一下，我要怎么打开它？请问一下，我该怎么开？我要怎么开？神口，给我开 ，open， 不要骗哦，我刚刚已经按过它啦。女人给我开，因为它太低了。哎呀，可怜呐、啊，以为有电脑了，只能用手机看。你电脑要怎么开啊？我是废人，我是废人，我是不是原始人啊？你是不是清朝人？是不是山顶洞人？曹三小啊，曹三小，曹什么曹？哈 ，baby， 你真的很废人。很抗造哎。很抗造哎，因为靠近我，很抗造哎，是我瞬间环境音听不到哎，原来这耳机可以这样，但平常在工商什么？哇，你们怎么可以忍受我素颜成这样啊？真是受不了看自己的画面了，赶快关掉。
进，请大家不要开那个1080P 哦，开1080P 是对我一个成语。大家有办法的话，开360就好了。记得到图奇搜寻 RABY7721 瑞比列车长，也欢迎大家追随和订阅，订阅者可以进入 LINE 群组一起玩哟。